老汉儿，你看弄个那个烂锅面，和在起不就在这种嘛。我就说我逃回来没有和在这儿吗？咋子找不到我？那烂锅是从我妈那儿那里淘起回来的，黄黄双的，你看，还切点的整个那个烂锅发糕，这米米溜的，明年子好种。哎，你这儿去站着站在这儿去？我看你小嘴儿很安逸啊。要你去看见没咋了？人家睡瞌睡。我也没操作了，我在那看呐。这老姐老的，那刚才就凉的，然后那种。哎，你不要去紧着盯着人家看。我喜欢看，关你屁事。人家小猪吃奶有啥子好看的嘛？我这玩到哪？我问你这上面你想玩到哪等？你晓不晓得这？关键是你去手都人家不好意思啊，把南瓜切成薄片儿。你打算弄啥子？哎，那天剩点面粉，你说我没给你和和完，我整个南瓜发糕就可以了噻。你整不整得可以哟？赶紧把那南瓜给煮好嘞，到时候呢，黑起来妈吃。你拿给猪儿吃，你不拿给人吃吗？啊？那才是比你还高贵的哟。我还比不上呢。猪儿子还在猪你都睡着吃，你是弄着才吃是？是噻。你怎么要好哈？你跟猪儿两个比，你要不跟狗儿两个比嘛？我就是跟狗儿两个比的，那狗儿一天都抄起手绳儿，硬是的都有吃。那狗狗儿早上回来就饿呀，搞快点给我下面，水都害怕少的。再加盖，蒸起。哎，花妹儿，你把你耍一圈了。看看南瓜盘没有？把南瓜倒出来，把它种种，加点白糖，和它一哈种。这凉还得把烤肠烤了，可是把南瓜在温热的时候加入这个酵母粉，把它搅一下。这还剩了点面粉，跟那和还完样了。那拿起几尾鱼不如我吃，再把它搅拌均匀。有点干，加点水。这个蒸发糕这个面粉不能和干呀，也不能和稀的呀，干湿度自己去拿捏哈。反正我还是第一次做。成不成功我还是不晓得。帮你出来把保鲜膜给我拿过来，好呀。答应喊一会都不答应我，看来是只有我自己去。睡得都乖了嘛，跟我大爷一天噻。行吧，蒙到家来等他醒两个小时了。哎，说了醒两个小时，一醒就是一下午。哎，这事发都跑了的。这把一头的气排压了。啊，喂喂喂喂喂！哎呀，不要紧，都啷个都在情绪嘞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别闹，把我拖进来了。我那个灶啊，俺兜起那个，俺哈气都，这手都给你打红了，应该是的。妈妈，我们看妈妈整这个发糕。爷，咋子整发糕哦？不要慌嘛嘞嘛，这盆盆里要刷一层油，倒出来的时候才更好倒。别跟妈妈两个走了，我们其实早打都沸腾了嘛。把这发好的面倒在这盆盆里。妈妈，这要不要加啥子的啦？我看那有葡萄干。加嘛。这红枣把这米面煎了，免得孩儿小儿和吃起没得那方便。再把这葡萄干跟枣子放在一头，强不强多花儿鱼？强。好，最后一颗。相当于二次新发了，可以直接蒸了。大家盖。哟，这冒起来了，你都蒸发的。妈妈，我好想吃肉，好神奇。好神奇吗？快来吃发糕喽！我吃的。那你吃的红枣的吗？这比馒头更爽。这是我的下午弄那个新鲜萝卜，我记得叫。嗯小碗里面吃很多了，这辣度调高啊哟，这更辣。辣个，辣个我三姐丢上去，保证你，你看我那个嘴巴这一下。哎呀，不能在这敲。哎呀，你要不要走啊，嫂子？直接放手抓都行。你才行呢。是啊。这儿的吗？今天
你要弄啥子？土豆。他家就没说话嘛，亲戚问你。那吃个妖精。爸爸，我应该说一句话。你有两个刚刚用来鸡就一等他咋泡饭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你不吃，你收好了，你走。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希望我视频给我关注、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